来发苦，害我无什么也无路，压甲规身躯淡糊糊，也不敢小歇，我惊伊淡薄。勇敢的一阵赛跑后，现在一阵一地倒，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敢放弃淡薄，我甘愿淡薄。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的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街路，害阮听无伊的脚步。爱情路不怕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通来我靠，无情乎你敢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有我苦，牵手这步。在乎中为你拼命赶路，望你小心跑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酸，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，那是爱情注定的奔波，我到底用爱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赶路。我帮你用来等路，你为我用心过路。嘿嘿，老三呀、啊，算你好教阮啊，会使教阮大结拜。后摆哦，不管是南北二路、纵贯线、山线、海线、化水哦，会结冻啊。嘿嘿嘿，大孙啊，我唔敢安尼想啦。山线、海线吼，我唔捌去过啦。我今日住伫咧流沙河呀，啊，我这款人哦，人也莫来甲我求道啊，我求平安，莫想要添麻烦啦哈。因为我就只卖你只个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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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只卖闲话，莫阁讲啊啦哈。哎，老孙，咱遐久无见面哦，来，等下我来摸分钟哦，等大家哦，好好收一杯啊，好，慢慢讲，好，等，我慢，紧等下你啦，哎呦，要恁就恁，讲讲遐济，行，行，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大啦，好大啦。芭蕉是去拍火，安那变甲安尼啦？师傅啊，我那是去拍什么火啦？我是去学火拍嘞。这话是安那讲啦？师傅啊，哎呦，大师兄哦，你心肝有够歹，提一支假芭蕉是叫我去火阳山拍火，啊害我哦差点变成烤母猪嘞。芭蕉是假的？对啊。阿弥陀佛，天使公主才会提一支假芭蕉是借咱。师傅啊。你大叔兄哦，平常时哦，就已经足讨厌我，三不五时哦，佫叫我死肥猪呢。而且即届哦，我也无从老山找转来，所以哦，伊才故意将一支假芭蕉树叫我去火阳山哦送死呢。这个哪有可能啊？师傅啊，这哪会无可能啦？你嘛有亲耳有听到呢。你大叔兄讲哦，若是无从老山找转来哦，伊就要将我掠去火阳山烤乳猪呢。伊款人哦，心胸手辣，有甚物代志做袂住啦？八戒啊！悟空的嘴是安尼讲，也毋过伊心肝内应该无遮尔残忍才对，一定是去予天神公主骗去啊！大叔兄遐尔巧的人，哪有可能去予天神公主骗去？伊根本就是超过伊哦，要陷害我的啦！啊，毋过悟空即马去找吴精，等伊若倒转来，我再甲问清楚。对啦，师傅啊，讲到伊去找老三哦，我才想到呢。伊若是毋知影迄芭蕉树是假吼，伊为啥物无爱家己去火阳山拍火？伊根本着吼，着是故意找理由讲要去找老三，啊，结果吼骗我去火阳山吼，去予火烧呢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其中可能是误会啦。哈哈，大叔啊，我不管啦，你还搁在听大叔爷在咧辩解，你敢听迄大叔爷拢无听我啦？我啦，叫我大叔爷害死哦，我死好啦，我死好啦。八戒，你哪安尼讲呢？你拢是我的徒弟，我哪有较听谁的？哈哈哈！万叹啊！
你想到迄当时啊，我为着你抱你去洗好厝去，我爸母爸囝离开阮来，地瓜滚，家你出来哦，受尽风霜之苦，哈哈，结果嘞啊！好啊，八戒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，你放心啦，等悟空若转来，我一定驾势予你看。啊！叔啊，你讲要驾势哦，无你即马就驾势予我看啊！吼，悟空了还袂转来，为师是要哪驾势予你看嘞？等等等等，叔啊，你还念咒语啊？你若念咒语吼，伊会拖着会疼，自然就会倒转来啊。哈哈哈！输啊，我就知影，你是目中只有大输呀！我笨手，我输啦，我该死啦！好啊，你莫搁哭啊啦！我念着死，我念着死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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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你莫打！有500年无安尼喝你烧酒，才这么爽啊！好不？也是啊，所以呢，咱今日一定是无爽快，不醉不归哦。对，不醉不归。那人呢？吃啦，吃啦。啊，好，那怎啊？继续你。啊，领导，你讲遐多啦，来。老师啊，你无讲你唔捌啊，啊师傅若是酒也去甲念落吼，不管是安怎样啊，我头壳嘛是足疼的啦。老师啊，啊你也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啊你师傅是啥要甲你修理啦？哎呦，大个啊，这我嘛唔知啊啦，啊我今嘛后尾是来倒转来，叫我师傅卖个念啊啦，人家还真来陪你烧酒啦。哦，快！大师啊！俺就带我到恁家去啦，大水啊！好水啊！你只狗无用伊个啦，啊，咱呢啉咱的酒，哦，啊，等我啉了爽，啊，忙做事的时阵哦，我才送你回去，好，来，啉酒。啊，恁都讲遐多，啉啦，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师傅啊，你莫讲念啊啦！你回来啊，师傅啊，我问啊，你有啥物要念真久做？无念你会转来啊？师傅啊，继续甲念落去，互伊听到后去喘了。死肥猪啊！你竟然敢煽动师傅念真久做，修理我哩！师傅啊，你莫搞我！我唔准你搁欺负八戒。也若无，我着要念真久咯。哦，师傅啊，你若安尼啦，八戒叫你念真久做，你着念真久做。吼，伊若要叫你去死，你敢要去死啊？悟空，只要你莫陷害八戒，为师免哪有可能念真久甲你处罚的。你爱怪着爱怪你家己，免哪会怪八戒。陷害八戒，我哪有啦？你还佫讲无？你有一个假八消息吼，骗我去火焰山拍火，你根本就是存心要甲我害死。啥？替神公主招海去芭蕉神是假的啊！莫伫遐假戆戆啦，迄支芭蕉神吼，迄根本就是你变出来要甲我骗的啦。嘿，我食饱上瘾了，我变一支假芭蕉神，互你要创啥啦？我才无遐尼啊无聊。悟空，你真是唔知影芭蕉神是假的哦？我真正唔知啊。一声唔知，百声无代。师傅啊，莫听这只拍狗在变假。死鬼子啊！你搁讲袂煞，我就规日将你拍死。输啊！好啊，悟空，既然你讲芭蕉是假的代志，你唔知影，那呢为师就暂时相信你。
也毋过你遐仔将北界海事的代志，这是事实。嗯，你爱官兵哦，去将真正芭蕉时甲借倒来，安尼唔则我都将功赎罪。师傅，免你讲，我嘛去找铁心公主。哼，小查某，竟然敢摕一支假芭蕉是骗我，我一定要找你好好算这条账。你不给啊！你不给！啊，师傅讲啊，师，你说你，总算也一届啊，哦，真爽！啊，师傅讲啊，师傅讲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唔少，啊，大家若讲到孙悟空，我就输哦。啊，讲呀，做你道理你是，哎，大孙呀，你来得多好，来得多好，好。我较大花手棍哦，安尼啊话，花十棍、十五棍，按头数到尾啦。你来拄好，大家若发着孙悟空哦，我就爱啉烧酒。来来，替我打者，替我打者。靠近欺骗的吼，啊，家己输就爱家己啉啦，啉酒啦。老师，我咱两个看者啦，当三桌啊，当三桌，第八届啊，第八届。老师，啊、你是安怎啦？大个啊，我无心情甲你耍啊！哎呦，大孙仔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心情无爽快哦啦！哎呦，我拢叫师傅收你，我哪有心情通耍嘛？老师，啊你师傅安尼无缘无故，啊是念啥物咒语啦？哈！哎呦，大个啊，拢嘛是耍嗨啦！耍？嗯，你是讲我迄个差别？去是工作、啊。哎呦，不是，阁是啥啦？哦，真正无够意思呢，摕一支假芭蕉扇借我，害我叫我师收你啦。哇，安尼，我甲你回失的啦。连讲我等伊哦，我甲伊差别好好甲收你。啊，师尊叫来甲你回失的，吼。哎呀，免啦，免连讲啊啦。大呀，你甲所有参详一下，叫伊摕一支真正的芭蕉扇摕来借我啦。是啊，你叫我出面去甲我某借芭蕉扇哦。是啊，大呀，你嘛知影我甲阮嫂啊变面啊，所以即摆要将芭蕉扇借啊，那是无可能的啊，只爱靠你出面将迄芭蕉扇借转转来。哈，对啦，对啦，对，大，只要你出面哦，一切搞定。行，即摆到阵哦，等下找嫂啊。行，咱有啥物好参详的啦？大个，我感觉你愈来愈古满哦。我，嗯，我就唔敢等你。嗯，你唔敢去，大个，你为啥物唔敢去啊？嗯，这，大个，你是唔是甲嫂啊冤家？啊，你今日讲等你嫂的，还佫你生气，会用迄支芭蕉是甲你用一个结老吃本老，对唔对？真不是嘞，我是惊我回去哦，伊安尼搞我黏条条吼，无去放我出来呢。这，对，安尼我知影，你是毋惊无？对唔对？啥物来惊无？无惊我啦，安尼上去，紧点啊，找说啊。行，不，小等下啦。我想哦，好男不与女斗，我袂甲伊计较啦，啊。哎呀，大呀，莫来佚佗啦，行无就行无，讲只好听要创啥？我讲的拢是真的呢，啊，恁都唔知影，我迄个某吼，偌烦的，你知影无？我特别来转去吼，袂输甲你亲面狗安尼吼，安尼个麻条条安尼黏条条，无要放我走呢。好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才袂转去啦。好，大呀，我袂甲你讲啊，不管你是行无也好，还是无爱倒转去也好，总讲一句，你今仔日一定要将迄芭蕉扇。借给我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对，莫安尼啦，高爷，啊，咱大家不是好兄弟对无？哦，我上知影个性的啦，莫甲我勉强啦。乖啦，好，你嘛知影我的个性是我甲我勉强的哦。啊，不过阮今仔日无去芭蕉扇，阮就袂使过火焰山。啊，对方可是我的大嫂呢，我袂使对伊甲白爷袂同款，甲伊拍死，将迄芭蕉扇救回来。乖啦，安尼我无勉强你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啦？
我大孙仔咧讲有影啦，这件代志你若要出面吼，无法度通解决啦。安尼，嘿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替你想一个办法啦。大呀，什么办法啦？好呀，啊你唔是用迄啰七十二变？是啊。哦，啊你着规矩吼，你着变做我的模样。啊，去甲阮某安尼把真相骗出来，安尼多好啊！啊，大呀，你爱我变做你的模样哦。老公，很有气，不可思议，安尼敢好？不要紧啦，很有气不可思议，只一两句都没有关系嘛。不要紧啦，只要甲把真相骗出来哦，我都不要紧就对啦。嗯，大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嘿嘿，无问题。是我啊，小蛋呢？这种的代志，哪会说小蛋？唔好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奇怪，莫名其妙想一挂有诶无诶，敢不过这是我的姨家。金蕉无？无呢？无，我着上爱食金蕉啦。以后咱甲传到别人知影无？啊无，我歹啦。是大王。阿谢伯，阿谢伯，啊恁公主嘞？大王啊，你莫遐紧张啦，你搁稍等一下。来啦来啦，才坐一下啦，公主吼马上就出来啊啦。哎呦，较紧嘞，较紧嘞啦。啊！恁这个查囡仔听清楚哦，公主有吩咐，爱恁好好按耐一下大王，知无？是。好，听好吼，阿无穿金蕉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食也食饱啦，你嘛啉饱啦，好啊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哎，阿谢伯，恁公主伫咧内面是咧创啥物？我讲啊，伊到底有要出来无啦？哈。当然嘛有要出来，哎呀，大王啊，你搁等一下啦，伊马上就出来了。我咧马下咧，马上马上，哪一讲马上吼，迄个伊个马上吼，已经经过一个时辰啊啦。哪讲马上落去吼，我到明仔载天光啊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大王，啊，我搁来甲催一下啦，好。好啦好啦，紧去紧去紧去啦。哎呀，我唔是叫你进去。老公。
是天安排。过去感着用目屎，一点一滴家己带，将心拆乎嘴才应该。啊，怨天怨天，将你的痴情陷落海。小桥，我惊伊等无。雄雄拄一阵西北风，明知一阵伊在倒。风台的滋味虽然艰苦，不甘放开南雨，我甘愿等无。好啊好，敢会当慢车路，才袂来耽误阮爱前途。车卡车，喇叭声满街路，海阮听无伊来脚步。爱情路不惊艰苦，阮甘愿寂寞。因为有你，疼爱我好。无情乎你甘看无，阮心肝连锁。我有我好，牵手这步，在乎着为你拼命赶路。望你小心跑步，奈何时间像骨在酸。两步转做三步，无聊当作散步。那是爱情注定的奔波，我到底用爱等路。你为我用心跑路，我放你用爱等路。哎呀，我不是叫你进去。水宝的，进落去。是。阿西伯，啊，立马落去。是，老公，你看，那我今仔日，安尼有水无？水无呀，你今仔穿臭，有够辣，袂输甲那辣妹。老公，你若嫁伊吼，我就足欢喜的。老公，我感觉今仔日的天气哦，袂歹。咱两个吼，真久无斗阵饮酒，来，咱两个好好饮酒。饮酒，好，我知影，你想要饮酒，培养一点仔气氛，对无？哎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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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公，你好讨厌啊！来，媳妇，来，我点你。老公，
水果，遐讲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我来找你借八条神哦。什么咧？齐天大圣，根本就是只死破狗。哎呦，水果，啊好歹吼，伊嘛是恁小姐啦，啊你嘛嘛甲遮歹听着。什么咧小姐啊？我才无承认呢，我甲你讲哦，以后若甲讲哦，伊是恁结拜小弟，我就甲你毙你。啊哦哦哦哦，卖承认就卖承认啦，小水果。你提八条是可以，是假的对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是讲老公，你来查这件代志。是安尼啦，我是伫咧想讲哦，阮这水某是有够巧，一定是用假骗这天大圣。不是不是，骗你吃破豆对不？在啦，你在啦。对，水果，你去芭蕉心哦，提出来好吗？到底提芭蕉心是要创啥啦？我甲你保管啦。哎呦，那我保管得好势啊好势，别有代志的啦。水果，我又唔通安尼讲，你提假芭蕉心给迄个八狗，伊若知影，伊会来找你呢，我会惊呢。我怕会欺负你呢，所以你将芭蕉扇哦搞出来给我，安尼哦，迄只破狗哦就别来欺负你啊啦！哼，我这么惊伊来找我嘛？我早就准备好势，假使讲伊若真是来找我的麻烦，我就拿芭蕉扇，会去扇一扇天地，喂，永远无当倒转。水妹，我也是袂放心啦，你也是。将芭蕉扇弄出来，好啊，比较较妥当啦，哈。老公啊，啊你来这么关心我？你是我的水某啊，我当然嘛关心嘛。你还佮怎讲哦？你出去佮咱碰伊，倒来佮咱捡着，根本就无关我的死活，佮咱怎样关心我？水某呀，是的啦，以前哦拢是我唔对啦。阿哥，你放心，对于今仔开始哦，我永远在你的身躯边，在你的身躯边，安尼好好你保护。伊只破狗若来欺负你哦，你唔白都可以取笑啊取笑，给你报一个安尼子啊，完蛋。老公，你总算想通啊。水妹，你若认为放心哦，你将芭蕉扇提出来给我。当然嘛，谢谢你啊。起来。提出来好啊！喏，来，我给你唱个好势。你要帮我唱第一对。哎呦，你袂记啊，心唱你胸腔内边呐。唱好啊！好啊！啊，这个是真啊，给。当然嘛是真的啊！阿叔，阿你就多谢你啊哈！老公，阿你那变成一只死破狗型？嘿，叔，是我变成我大，不是阮大变成我啦！你看好大胆，竟然敢变成阮阿型来骗我！你卑鄙下流无耻，肮脏龌龊！嘿，叔，真歹势，是我大同意我安尼做的，所以我不是卑鄙无耻，也不是下流小人呐、啊。你是啊，你别蛮好，你去骂阮大好，我别来无应啊，拜拜。你死不搞你！来先咯，你拢无爱来啊？啊，今仔是安怎？想着要来？啊，老公啊，我唔知啦，
我去用欺负啊！你也替人救救。哈？什么人这么好大胆，敢欺负我姑妈王的某哈？看到你的结拜兄弟孙悟空啊！哦，哈？我想做个好男人，虽然摔得很抱歉，可是我不埋怨。生气啦，是我叫伊去的啊！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你叫伊？是啊，啊我都。你碰到顶面嘛，不是你卡骨咧大细气啊哈！你竟然穿破外人的世界话，无你是偷工派料啦！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啊孙悟空跟我好兄弟啊，对无？伊开枪叫我甲伊斗三工，你叫我讲唔嘛？小公母啊，你真的是要跟我气死的了啦！人叫你失去你母。袂啦，啊孙悟空我是正人君子呢，伊那要哪来设计？你拢是安尼啦，朋友兄弟拢较好，家己的母子在干咱笨手呀。好啦，我是想讲吼。你免阁想啊啦，为着你即马去甲我找一只破狗，将我的芭蕉扇偷倒来。哎，水妹啊，拜托你的度量嘛放较快，好无？哈，啊芭蕉扇少，孙悟空安尼下一个也袂叫歹，也袂叫烂个，哪有要紧啦？什么都不要紧，你也知影，我是靠这个芭蕉扇在咧吃穿哦。每十年有一次，火焰山附近的村民拢会担一担金、一担银来拜托我，将火焰山火甲下落花咧啊！因叫我当金做修行啊！哈，我是靠这金银咧吃穿，即摆开始过路一只破狗，将火焰山火下落花，那呢，因敢有可能搁担遐金银来耗尽我？我也是要听下什么影响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么随时去到哈，去到我找一只破狗，提芭蕉扇倒转来，我就将你这两只骨干踹掉！来啦，无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我已经将芭蕉扇救掉。江西的，江西啊，你看，这就是芭蕉扇。大叔啊，来吃生鸡啦。是啊，大叔啊。啊！这世纪啊，火焰山火是变了恶化。哎呀，这吼、喔，无讲你都唔捌啦。这芭蕉是跟个金箍棒艺术是同款，会使随变大变小。若是变下火焰山火的时阵哦，就爱变个少少少大只的啦。哦，好，那你赶紧将伊变好大。好。啊，歹势啊！这芭蕉是要安怎变大吼？我袂去甲伊问啊啦。哈？孙啊，你不是讲这芭蕉是跟你的金箍棒同款？是啊，你会当用你的金箍棒要变大手去哦，试看卖啊。对吼，对对对，你也无想到，我试看卖啊。嘿嘿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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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。奇怪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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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大。啊，来同款啦，啊，无变好大只啊！哎呀，就是你徛上我，所以无法度变好大啦。下下下跪下跪下跪，下下下下下下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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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大大！大不离大不离，好吧好吧。大孙啊，卖搁第一搬戏啊啦哈！哎，死不离啊！你先讲啥啦你？我讲啥？师傅啊！迄大孙兄根本就照无真正的芭蕉扇，所以摕这支手机转来吼，画山画水，伊根本就像咱吼，当作镜头在骗。你死不掉，你先讲啥？你敢煽动输你？你讲我煽动哦？你若讲我煽动哦，无你就将这个芭蕉扇哦变出来。哈？唔过嘿，你若有才调吼，将芭蕉扇变好大，我这支手我就赚了。好，变，我马上就变好大，我来去找阮大阿蒙啦。哎，老师，你哪会知我住咧遮哈？我去问人个啊，吼，你住咧遮，偌清个你知无？大家拢嘛知影你要去做芭蕉扇呢，
这百姓哦，拢给当作英雄来看待呢。哦，嗨呀，大呀，卖那个卖那个啦。啊对，大，我帮你介绍，这是阮师傅东山庄，师傅，这是阮结拜大牛魔王啦。阿弥陀佛，师傅，你好。哎，师傅边个伊就是啥？伊哦，伊哦，无重要啦。哎，大呀，我拄仔我要去问你哦。这芭蕉是是要安怎变好大？啊，念咒语啊！啊，煞唔知要念咒语，啊，不过安怎念啊？嗯，我嘛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？嘿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嘿嘿嘿！大呀！啊，你嘛较好心嘞，你是这个芭蕉树的主人嘞，啊，要念那咒语，你也唔知呀？我这恁都唔知影啦。哎，这芭蕉树哦，一向是阮母咧保管呐。哎，啊，阮母吼这三百树哦，带偌重的呢？啊，嘿，啊，这设定的咒语哦，常常嘛换来换去。啊，他今晚我对一个吼，我唔知影咧。我，那这要怎么办？大家想看看。哦，是是是，我来。哎，有啊有啊，我有办法。是啥物办法？哎，来，你会当甲较早吼所用过酒药，从头到尾拢念一遍，不管说安怎变哦。到尾念到尾啊，总是念一卡对呀，对对，安尼有理哦。哎哎，我试看卖，我试。打！来，我试看看卖，打！哎，大呀，那拢没变大啊。1 2 3 4 大家一起来呀！白日依山尽啊，黄河入海流啊，地久千里木啊，更上一层楼啊！1 2 3 4我是要念咒语嘞，你这念啥我拢听拢无呢？啊，你袂输咧带动唱。对啊。无啦，我某吼，逐摆咧喝咒语的时阵哦，拢嘛用遐个称呼我的名来喝呀。啊。哦，阿丽喏，真正是肉麻当有趣呢。咱讲一个啦，我生完阿袂动的啦，啊，唔，我某吼足爱来佚佗的啦，我唔再袂动的，就无爱转去啦。我甘愿哦，家己一个人哦，住伫摩门洞哦。较逍遥啦。哦，原来就是因你安尼哦，才不爱回去哦。嗯。哦，哎呀，我做实话，我早就该离婚啦。无空。哎，破人的姻缘是三代经，你们哪个高丽人还阿无离缘的？哦，安尼我搁想看卖阿白。袂啊，无。吴大王啊，我听吴京转来底下讲，伊去学芭蕉扇，甲会甲33天外去，还好，刚才是拄到你吼，甲救转来。我替吴京当只甲你说多谢。阿弥陀，哎，大叔啊，免客气啦，啊，算起来吼，啊，狗啦，甲山精啦吼，拢是我好兄弟啊，对无？啊，有机会我甲因叫哦，这是我荣幸咧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大大，阮这大哦，真正是好人啦，阮这细汉甲伊拜托的代志，伊绝对从来拢无让咱失望的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老水代志，咱做时代一定拢甲伊打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大。那恁真好。吴大王啊，既然你这么啊热心吼，那恁就麻烦你回去甲恁某小参详一下，拜托伊甲芭蕉扇的咒语讲出来，好通互阮哦顺利通过火焰山。啊！师傅啊，歹势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无法度甲恁斗相共啦。大啊大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拄啊才甲你学了尔，你即马随甲闹开哦。吼！我真正无法度啦。啊！咒语我无可能好过啊！大，较早说话拢会甲咒语甲你讲，是安怎即届无甲你讲啊？卖提啦，卖提啦！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呢。嗯，你知影无？我母是叫来找恁讨芭蕉扇转去的呢。啊，恁怎电都叫我转去甲我母讨咒语？恁哪有可能肯好我啦？大呀，唔肯哪爱肯啊？我若是无咒语哦，我都无法度将芭蕉扇变好大；若是无法度将芭蕉扇变好大，我都无法度将火焰山火焰化；若是无法度将火焰山火焰化，我都无法度过火焰山。阿唔过啥啦，大呀！火焰山无经过是袂用的啦，你等下说啊参详，叫咒语甲阮讲，阮会当用芭蕉扇甲火焰山火给引落花，阮平平安安经过火焰山，迄个代志就我们解决，知唔知？阿唔过，哎不大，你卖大，阿唔过啦，咱今嘛去讨都无唔对啊啦。
公主啊，啊，呾大王的个性吼，你也是毋知影，你哪会着生气到安尼咯？啊，西伯，我哪会袂生气啊？我是愈想愈唔甘愿，去甲这只戆牛翁，竟然串弄外人来骗我，我愈想愈气啦！哎呦，公主啊，啊，大王的个性就是安尼啊，你改改嘛改袂过来啊，啊，你看你气到安尼啦，讲有啥物路用？无路用，我以前哦，就是拢受过人命啦，才养成这款歹习惯。这个，我绝对袂计较到底，袂去让伊食伤好。水母的，气死我了！你连个白想阮翁的形，想要来欺负我掉啊？哎，倒来！将你的名。